听取蛙声一片，今天我真的就变成了一只小青蛙，跟你们聊天。让我想想，人家衣服都是有专门搭配是搭好的，我们都穿了自己的私服，哭了起来。我们今天跟别的团聊天，然后他们说我们的妆很好看，就是我们舞台上妆容非常好看。我们说我们是自己画的，自己去做的设计。他们，你们是自己画的吗？然后我们。没办法，真的是自己画的。就可能我们点外卖，人家姐姐是这样子，你的星巴克到了，我们的姐姐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姐姐提着两个大袋子，星巴克来了，来拿你们的星巴克，真的很开心嘛。我也有很好的，我也有很好的摆造型嘛。哇哇，我给你们表演。人家都是四眼仔，我是六眼仔耶。嗨，小熊，六眼仔，我有六个眼睛。最近压力吗？还好吧，有肯定是有。意识没调节过来可能也有，但是已经自己在尽力的调节了啦。你可以叫我小飞啊，或者李飞啊，都行啊，你们想怎么叫就可以怎么叫啊。你为什么还那么犹豫，还要打两个点点，不敢叫，瞧不起你，我也不答应。可以啊，你们想怎么叫我都可以。你们叫啊，反正我没有人答应你哦。哎，你看，怎么还叫爸爸的？爸爸就不必了哈，不必了。你看这么多叫我兄弟的，多好啊，兄弟。啊，为什么还要叫外婆的？啊，为什么会是外婆？什么鬼啊！我的天，救命啊！那还是那个丽吧，这个丽加那个飞快快的丽丽哥哥。你们在叫什么？我的天啊，救命！为什么叫外婆啊？外婆又是什么啊？为什么是外婆啊？我的天，这什么鬼称呼啊？啊？不懂。为什么是外婆啊？啊？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我不懂。为什么妈妈？救命啊！你们这都什么奇怪的称呼啊？你们真的上头了，不是我今天喝了，我觉得是你们今天喝了。对啊，我是喜欢被叫爷爷啊，可是他们叫我外婆，我不是很懂，还要叫我妈妈，我觉得好奇怪。丽菲哥哥，丽菲姐姐，好的。没有，就喜欢占别人便宜罢了。喜欢被人叫爷爷，只是因为喜欢占别人便宜嘛。就很简单啊，就很多人就喜欢，很多一些男生啊、女生啊就喜欢认儿子认，就是老是喜欢占别人便宜。但有的时候确实是关系蛮好的，就会这样子叫。哎，怎么还有人叫我孙子的？哎，外公又是什么？救命啊！哎，你在干嘛？
想和小李在一起。我是小李的爸爸，你说你要叫我什么呢？你们不可以和小李在一起，小李现在只能健健康康的待在我身边就够了。明天不会穿那条牛仔裤，牛奶裤啦，我可能穿其他的牛仔裤。我裤子不多，我可能就只会穿一些阔腿裤了。明天穿那条蓝色的阔腿牛仔裤吧。牛奶裤明天就捐了，好吧？我也觉得蛮丑的，说实话。我不喜欢嘟嘴，不要乱讲哦。哇。